说两天之后要送润生回去，是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亲眼看着他去送死？只是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先稳住他。主公，要我说，这润生应该最听贺家老太太的话，要让他离开，不如去求求他吧。我去求金浦河，这怎么可能？楚哥，你没听到刚才润生说的话吗？他说他要以死报贺家，是你和贺家的恩怨要紧，还是润生的命要紧呢？哦，对了，娘，那些金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换成银票锁好了。嗯。老夫人，风月楼来信了。啊？外面有官差把守，风月楼的人没敢进来，让出去买菜的人带回来的。亲生儿子，要不然他也没有必要帮这个忙啊。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。啊，我去准备一下，你去备车。老夫人，你要亲自去风月楼那种地方不合适吧？为了润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娘，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。我怕你去不太合适。奶奶，是润生吗？他有消息了是吗？啊，明生啊，这事儿你可一定要保密呀，尤其不能让官差知道了啊。这些日子我思来想去，是不是他有什么事你们一直瞒着我呢？明生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些事以后你会知道的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娘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他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明生，不该问的，小孩子不要多问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自从我爹走了以后，我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人，是以后的东家啊。有什么事我还不能问吗？好好，奶奶一定会告诉你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你要是再这么问下去，奶奶可真的要生气了。走。娘，他是不是在风月楼？他怎么会在那种地方呢？润生暂时安全，你应该替他高兴才是。咱们贺家都成这样了，我还能高兴得起来吗？还不如当时被洋人抓走了，一了百了，再也不用回来了。明生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明生，你要有上进心，你要帮奶奶和娘顶住贺家，在你爹回来之前，你就是贺家的东家。东家，咱们家现在就像个空壳子似的，我当这个东家还有什么意义？哎，明生，
等一下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你们管得着吗？上头有令，你们贺家人进出都是要上报的。老夫人上山去烧香，还要跟你们报告吗？让开！等等，这马车我们得搜一搜。老夫人的马车也要搜？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这上头有令。行了，让官差们搜吧，免得落下画柄，说我们把他们要找的人悄悄地给运走了。多有得罪啊！你们都查清楚了？哎，请请，要不要再查一遍？不用不用，得罪了，还请。老夫人请。老夫人呢？您知道我们家老夫人有什么事儿？我奉命行事，用得着跟你说吗？她在不在里边？这不在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你们贺家可是官府监审的人家，我们家老夫人恐怕不便见你。这没你什么事了，走开。哎，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在这里喧哗？贺老夫人，您烧香烧到这儿来了，刚才在外边见了我还躲，这为什么呀？莫非常润生就躲在里边？里面没人。有没有人搜过才知道？大胆！谁准你进去的？贺老夫人，得罪了。站住！人呢？你的马跑了？什么？活下去的理由，楚楚，我对不住你，我瞒了你这么多年，润生，
生的确是你和文达的亲生儿子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残忍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恨我自己，但是我不后悔。我也是娘啊，我怎么做有我的苦衷。就算来世有报应，这一世我也只能如此。我恨过你，不过现在已经不恨。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，派你来执行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报应。不过好在上天还待我不薄，给了我铁驹。因为他，我才能和香儿相认，而不是一世默默。苦了你了，我知道。他也恨我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跟他说一声谢谢，还有说一声对不起。相认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有娘了。还叫老夫人？快叫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从小就想像明生一样叫你一声奶奶，没想到这个愿望还能实现。乖孩子，你不怪奶奶一直瞒着你吧？奶奶，你们当年做的决定都是有原因的，我不清楚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但是我现在知道，我有娘了，我还有奶奶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从今以后和明生一样堂堂正正地做贺家的少爷，但是那是不行的，你必须得走啊。奶奶，我不想走。奶奶知道，可是你一定得走。阿培，把东西给他。拿着。
奶奶，这是干什么？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！你听奶奶说，这些天我和你爹为了你的事四处奔走，结果老洋人拿走了我们的金子，答应对这件事不再追究了。那奶奶，您把您半生的积蓄都花在了润生身上，润生何德何能，润生不孝啊！傻孩子，钱留着干什么？就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啊。那个老洋人虽然答应以后不再追究了，但是他要求你以后不能再在普院出现了，我们不得不答应他，所以这一两天拿着东西快走吧，三年无灾，你先别回来啊。可是奶奶，我不想离开贺家，我不想离开您，还有我娘。奶奶知道，可是你不能不走啊。孩子，人呐，要经过风雨才能长大。奶奶要你有朝一日出人头地，奶奶要你名正言顺地扛起贺家的重担，做贺家的大东家。这是我随身带的印章，和贺家的大印是字母印，见印如见我。你拿着，等到你回来的时候，即使奶奶不在了，贺家见了这个印章也会认你的。奶奶，听奶奶的话，你在外头要好好做事，好好做人，不要怕一无所有，不要怕一切从头开始。奶奶要你有一番作为，奶奶和你娘还有你阿培爷爷，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啊。走吧，离开家是为了更好的回家。娘，听话，听话，走吧，乖孩子，走吧。奶奶，润生跟您告别了。送润生走的事，我怕有危险，还是把他给请来吧。我知道，我会去找他。站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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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站好了啊！各位，起来，站起来，站好了，这。成何体统啊！站直了！站！我告诉你们，李大人一人二十大板，站好了。真是，杨大人。No， 你们这样不行。我不在的时候不能做别的事 ，OK？ 是，杨大人。
有没有别的？杨大人问你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？没有。但是贺家老夫人出去过一趟，不过很快就回来了。去哪儿了？滚滚滚！去了趟绸缎庄，不过很快就回来了。这都过了大半天了，这贺家一个人进出都没有，大门紧闭，二门不开。笑话！一帮废物，一帮废物！沈明福先生，我觉着咱们可以改变一点策略，老在门口这么守着不是个办法呀。您想啊，他这一年半载不出来，他们耗得起，咱们耗不起呀。你说怎么办？咱们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。欲什么？咱们不来硬的，咱们门口的守卫全都撤掉，明哨改成暗哨。你想这门口蹲着一堆穿着官衣拿着大刀，给他们多少胆儿，他们不敢出来呀？啊，让他们把这身衣服一脱，是不是？往这附近的小茶馆这么一蹲，三三两两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要是还是不出来呢？没关系，我这儿还有招呢。他不出来是吧？咱就来个引蛇出洞，对不对？你想这润生最在乎是谁？不就是那个叫雨农的姑娘吗？从那监狱千方百计逃出来，命都不要了，为了见谁啊？就是为了见他呀！把雨农搞定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嗯，你说的很对，你比那捕头厉害，那就拜托你了，花些时间，帮我把那个凶手抓住。别，咱们是朋友，我帮您出出主意还行。你也知道我跟贺家这层关系，你说老婆都出面了是吧？不太合适。如果你能帮我把那个凶手抓住，我能让你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富豪。大哥，我叫你在县城留着，风月楼有事能传个话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大嫂，让我给您带封信。是这么回事，大嫂说风月楼人多眼杂，她还是不宜久留。大嫂的意思是，想这两天就把她送走。这事本来应该由她亲爹来做。劫法场是我，送人离开还是我。哎，我说大哥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是不是？行，最后一次，以后什么都不管了。等明天天黑，带人下山吧。是。哎，大哥，大嫂信上没说什么时候请我们兄弟下山去喝两杯。滚。来，兄弟们！啊！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贺文达的官文到了，可是我没给他，还骗他说徐公公死了，贺文达肯定恼火死了。你要是再能替他做上东家，这个官文就是你的，你去做官。不吃药，我没病。这不过是一味熟地黄，是补血的，不是治病的。来，啊，不吃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娘，娘坐。你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就是身子还有些虚。明生，我和雨农说说话。你先出去吧。啊。哦。夫人，人生在枫叶楼是吗？老奶奶去过枫叶楼了是吗？那她现在身子怎么样？她的伤已无大碍了。那官差呢？官差都在找她。你放心吧，老夫人自有安排，过几天就把她送出城去。不行。余生待在枫月楼不是万全之计啊，夫
凤月楼会安全的。凤月楼怎么会安全呢？凤月楼那个地方人多口杂，现在有这么多官兵在抓他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去把润生找出来，你现在就去救他。你别说凤月楼安全呢，夫人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润生的亲生母亲是宋处处。娘，账本快誊好了。香儿，别写了，看看谁来了。玉奴。玉生。生呢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全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到我娘了。楚姑就是我一直找的娘。知道。
夫人都跟我说了。楚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照顾润生，谢谢。香儿最担心的就是你，她天天吵着闹着要回贺家，也是因为你。娘，别说了。要走，亲手为你做的，你带上吧。你做的？嗯。还有小马，我的属下。你带着他，就想着是我天天陪着你。你会天天穿着他。直到我回来。可是，润生，不想你走。别进去，给他们多留点时间。是今晚就要走吗？嗯，我娘说天一黑的时候就让铁面人来接我走。日升，你知道没有你我多害怕吗？带我走，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这一去，也许会非常危险。我不想连累你，你就平平安安的待在贺家，好好的等着我回来。啊！我不要，我只想跟你走，我愿一路上与你同甘共苦。听话，玉娜，带我走。带我走。你真的不怕跟我在一起会很苦的？我不怕，我一点都不怕。真的？好，那我们就不分开，永远都不分开。东家，这边。东家，东家，有什么情况啊？您说的那个贺家叫雨农的丫鬟，今天果然出门了。她去哪儿了？现在人应该还在风月楼。哪儿？风月楼，都快两个时辰了，所以我怀疑。风月楼？她真那么会找地方？娘，别难过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不难过。陆羽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放心了。去跟安安他们说，他来了以后
让他赶紧通知我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雨农姑娘，楚姑让我给你备了几件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就带上吧。谢谢小南。走。哦，等一下，楚姑，我这有封信，麻烦你交给老夫人和夫人，好让他们放心。来干什么？例行检查只是幌子，以免走漏风声。那林东家跟着我们做什么呀？犯人常润生就藏在风雨楼，还不赶快行动？是，李大人，麻烦通禀一下。不敢不敢。林东家，跟踪个小丫鬟就一定能找到常润生？你可是跟我打了保票的，逃犯常润生就藏在这风雨楼里。李大人，您就瞧好吧。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拉车来，就怕人犯太多啊！我待会儿一车全给他拉走，我轻功脚都准备好了。张捕头，我们这风月楼现在正在营业，您这不能随便乱闯啊！哎呀，抱歉打扰了。就说，哎，我说张捕头，例行检查，麻烦你跟宋老板打个招呼，通禀一下。打什么招呼？你也不怕把人犯放走了？王爹，那个常润生是不是藏这儿了？藏哪儿了？谁？我不认识。您看，林东家，您这拿我开涮吧？废什么话呀！你，哎，你怎么打人啊？张捕头，我带人进来，滚开，走啊！林东家，带人搜查是在下的事，你这样越俎代庖，不太合适。不合适？问问你们李大人，合适不合适？切，跟我走。是是。各位官人，哎呀，您带着官差上来干嘛呀？林东家，哎，瞧您心急的东家，你给我让开！哎，林东家，您等等，张捕头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哎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，回头再说。走。哎，张捕头。常润生那小子，你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不知道你跑什么呀？啊！再说你姑娘家的，你来风雨楼什么意思？我是我们家夫人，让我来找东家的。屁！贺文达根本就没在这儿。喂，既然这位姑娘说不知道，你何必为难她呢？不是，我说你，不是，这不是有我的吗？你赶紧带人往里边搜去。不是怎么着，非得我让李大人跟你说是吧？哼，走。是是是。林东家，没有，没有就接着搜，一件一件仔细搜，我不信他能插翅膀跑了。是。你别高兴啊，这小子跑不了，等我抓住他，弄死他。雨农还在外头呢，我得去找他。喂，你疯了？你还想？
苗抓的要犯。可是玉龙有危险啊，娘！你滚回去！娘！去！如果有一天我冰冷的浮华，不敢生活，却带你。